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，大家就会有下载相信演唱会 APP，点选 APP 中的去现场，确认手机的蓝牙功能已经开启，请选择 NFC 进行 APP 与荧光棒配对。如果 APP 没找到装置，或是在演唱会现场，请长按荧光棒上面的电源键5秒，直到荧光棒出现橘色灯号，重置荧光棒。别忘了为你的荧光棒取一个好名字，譬如说志明好棒棒。当听到 APP 发出专属灯号与旋律，就代表荧光棒已经跟 APP 成功配对。接下来按下开始绑定，选择你要参加的演唱会场次，将 APP 的扫描框对准演唱会门票上的 QR Code 图案进行扫描，扫描成功按下进行绑定的按钮。当听到 APP 播出另一段专属灯号与旋律，代表你已经完成座位与荧光棒的绑定，